背后有鬼。哇！我要把它改一下。怎么改？哎，沈星若的。陆星言。我也要写。你要写什么？你不许看，过去。为什么我偏要看？男朋友没有这个权利吗？情侣之间也是要有隐私的。过去。好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写好了没？没有。还没好啊，还没好啊，写好了。哎呀，那么冷，快点，鞋都湿了，快回去了。背后有鬼！换一个。昨天辛苦你们了，要不是你们帮忙，我老伴儿又得闹腾一阵子。没有，我们就是顺便帮了一下，你也不用客气。哎，王大夫，临走前我还是想问你一件事儿。哦，是黄斌的事对吧？对。对。我是黄斌节目的制片人。大家都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在这个节目里面。黄斌的付出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他应该得到赔偿，但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就这么不清不楚的。我只是想让您告诉我真相。哦，是这样。您等等。其实这个事儿没什么不可以说的。黄斌去年春节回来就已经病了。当时只是感冒发烧，也没太在意。后来，这烧一直不退，这才发现是得了心肌炎。这是他从去年开始在我这儿开的药。实在是太感谢你了。不用谢。其实他的媳妇儿啊，跟我打过电话，说你们节目组欺压黄斌，不肯赔钱。可是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才把药方交给你们。那黄斌他哥那边，您没问题吗？没关系，我就说你们昨天半夜偷偷的跑了，他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太好，那你们快走吧。行，有时间啊，再来长青城看看，啊。您放心吧，我们有时间一定回来看你。好，请，一定。走吧。很谢谢您，王大夫。不用谢。Thank you.